好的，各位朋友，刚才就播了一节，这个反应非常好。我们有些朋友一个人就买五六件呢，就太便宜了。对，就是刚才那一节，严格来讲已经卖出去超过30%了。现在就再接一些啊。好，对，然后有位香港朋友说，哎，香港没有人卖这个，你可以来香港开一个店啊。哎呀，很想啊，就是能力不够啊。对对对对，希望，对呀，这个要到香港开店要多大的能力啊。这是不是香港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们能力不够啊，这是不是那个的啊。好，这个哇，是 Aquamarine Aqua 37卡拉，因为它 Aqua 有一些是绿色的，才999。 Aquamarine 绿，有些绿色的也是 Aqua， 它这里写是 Aqua 了。 Aquamarine 30，哦，那赶紧抢一抢，真的很超值。 Aqua OK Aqua 这个就999，钻石Tourmaline and Opal 999，都是面粉比面包贵了，就是你买这些面粉哇，这个绿色的 Tourmaline 啊， Tourmaline 来的7卡拉多，旁边也是粉色的 Tourmaline， 哇，这么多，21卡拉多，1800，今天再减100了，1699，你看这么多材料，哇！这个也是 Aquamarine， 不 ，sorry， 是 Tourmaline， 这个也减100块，880，四卡拉多的 Tourmaline， 这种 Tourmaline 最少也要几百块一卡拉的，就是面粉不止这个价，哇！这些我都好喜欢的，因为它好大。就是能量很足的，一看就很舒服，每次播我自己都很开心的。这个就999都是甩卖价啊，甩卖价。那这个1280都减100的 Morganite and Tourmaline 钻石两卡拉43 Morganite Tourmaline 1280，你看这么大的 Morganite，这个 Tourmaline 钻石都有两卡拉多，好香哇！不过我自己都很享受，因为宝石就是我现在明白，好几个客人好像 Jackie 跟 Amay 都说嘛，这个1800就不带宝石就不想出门，就感觉不踏实。Tourmaline。Tourmaline and Pearl and 钻石两卡拉多，而且新型的 Tourmaline 很厚啊，哇，这个 Tourmaline 40卡拉 Oh my god， 漂亮，都减价啊，1800。香港，所以我们 这一批是香港台湾朋友买很多，哇，这个999 Tourmaline， 你看这些球都很多钻石的珍珠，那很多钻石，这个钻石起码了7-8卡拉，你看这些碧玺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在播的时候我都自我投注一下，自我享受一下。不过钻石就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就是播宝石我会慢慢自己享受一下，就是看一看这一颗跟这一颗的不同，很享受。那这么大的两卡拉18的钻石 Tanzanite 57卡拉，这个本来1800，现在就1699，都减价，就1600好了。这个1600，哇，这些都真的很大，很好，都舍不得卖的，真的，因为播的过程中我都很享受，就是跟他们对对话，看看，这个你看多漂亮，880 Tourmaline 3卡拉98，钻石1卡拉32，你看这个就是
最好的颜色了，就是他们的露比莱最好的颜色了。这个特么令550，哇，这个露比啊790，这个现在就750吧。哇，你看这个红宝可以出证书的露比巴卡拉多哦，这里你买这个露比都买不到的，真的很超值，可以出证书的，又曾经出过。哇，这个 gigantic tourmaline， 本来1380，现在1280，整个手指都那个，钻石连卡拉60多 ，tourmaline 37.18，对，哇，你看，你可以感受它的磁场跟能量，源源不断的来哦。对，如果你说镶金的可以，就可能要接多个零嘛。对，可是呀，镶银也很漂亮，各有他的粉丝，只能这么讲啊。这个本来180，现在1080 ，Tourmaline Chevrolet， 钻石连卡拉多，那这些都非常漂亮。嗯，卖了这真的买不回来的，因为这些都是。严格来说以前的价钱、哦、这个这么大才1680啊 ,Oh my god, 这是露比六卡拉多他们的我也看不清楚，那反正这个露比莱六卡拉60 Tencent 来、哦、可能放错了，应该不是这个，没看到 Tencent， 这个露比莱超过10卡拉，旁边露比钻石45卡拉 ，OK 1680，哇，真的 gigantic， 这个随随便便卖个5000-6000的没问题。嗯，这个他们拎钻石699，因为没有那个价钱掉了，就看不到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漂亮哦，这个。本来180，现在就999，不是，减100，1088，哇，钻石很多，钻石三卡拉多，Star Ruby 九卡拉50，哇 ，so beautiful。哎，这个，这个本来1480，现在1380。1380 so beautiful， 很多。哇，这两条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的，这个本来880，哇，现在780。他们拎两卡拉81，大公司，你看这个也是非常漂亮，四标的感觉。这个 K 姐每天带着，她很喜欢带这个，豪华要夸张。本来4500，今天就4200好了，4200，很多材料的 ，diamond 两卡拉多 ，tanzanite 40卡拉 ，ruby 来还是 ruby 32 ，aqua， 通通都有 ，OK， 哇，你看这些真的很超值，你材料绝对买不到，因为那你严格来讲，你一个已经可以。独当一面的了，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，独当一面，1234567 8，十几个 ，OK， 独当一面的，你一个都要几百块的吧？所以越大其实性价比越高，因为它用的材料越多嘛。哇，你看材料真的什么都有。现在做不到了，他们也没有这个货了，通通都是好料，你看每一个都可以独当一面的，如果你嫌大就把它拆开独当一面，4000多，4200，哦，真的很顶
呱呱的，顶呱呱的，顶呱呱的。那这个也很，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。OK， 都是吞面，我看看材料多少。这个本来5900，今天就打九折，打九折。OK， 打九折，因为也买不到。钻石11.6卡拉，吞面168卡拉，都是质量堂堂的。OK， 你可以看到每一颗都是非常好。之前卖过一条给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朋友啊，你看每一个的质量都是很高的。这里可以做很多条手链或者很多个耳环，所以算起来其实是很超值的。这个带子很长，这个大概30几。30几，哇，连这个 orange 都有， orange 特别，你看颜色都很特别。有蓝绿碧玺， OK， 哇，这30几寸 beautiful， 就是 top quality， 就是 really top quality。然后这个也是非常漂亮，这个钻石可能有4-5卡拉，1990，也是打个九折。你看 ，so beautiful， 特玛丽很多，很大，能量磁场很高。这个钻石可能有7-8卡拉的，特玛丽肯定超过10卡拉。哇，越看越喜欢。客服帮我拿走这个。现在秘密珠最流行，这个你看，这一个是一颗大的钻石，钻石 total 6卡拉多 per这个1680，哇，你看这个是钻石来的，钻石这么多 ，total 这一颗很大的钻石，没话讲。这个990，特价990，特价990，这个是 tourmaline 很多，刚才前面那个 tourmaline 好像已经有人要了。Diamond 3卡拉多 ，Tourmaline 56卡拉 ，Beautiful。那这个也是 ，Tourmaline 34卡拉，钻石2卡拉，没有借钱，这个就，990吧，990甩卖价，甩卖价990。因为他们现在要套现回香港，哇，这个够大了，这个本来1900，现在就1699，哇，减价幅度很大，1699，你看这个卢比莱大概15卡拉，旁边的 Emerald 也有差不多6卡拉左右，钻石也大几卡拉 ，Bangle 大幅度减价1699，这个 Tourmaline。这个也大幅度减价799 Tourmaline。 然后这个台湾的设计师有一个叫王月妖，他很喜欢设计这种的。然后这个Amber J， 那这个就甩卖一下了。对，这个本来699，今天就499啊，499给大家啊。 Tourmaline Tourmaline 很多 Tourmaline 499，很多 Tourmaline， 然后有这个大的是应该是一个玉髓，所以因为他们也想大套现。 OK， 这个本来1999，现在就1699，彻底一点。哦，十几卡拉，钻石2卡拉多，这个 Emerald 10几卡拉，你看。
就是你买材料这些都可以出证书，你买材料这个材料绝对不止1699，因为你十卡拉，这些最少都要几百卡拉，几百块钱一卡拉 ，OK， 300块好了吧 ，OK， 你绝对买不到的，所以这个为什么叫面粉比面包贵呢？就香港，他们说没有这种东西卖，啊，这个本来1888，现在1688，大，你看 ，Tourmaline。钻石两卡拉多，特曼林也是，这些都很大的材料。这个也是，这个就本来690，现在就520了，翡翠跟特曼林。这个699了，哎呀都是甩卖了，都没看到价钱就乱卖了，699都是 sapphire color sapphire。 然后这个哇钻石好多，本来1680，现在1490了，对，钻石8卡拉90多，哇，8卡拉90多，你看 ，color 也很多。这个本来2500，现在2200了，你看，超过100卡拉的红宝跟 color， 这些都能出证书的，都可以的。这个。699，这个1499，特曼林很大，特曼林19.55，钻石2卡拉77，哇，这些是不是面粉比面包贵啊？绝对做不到的，这个价钱超值。这个最流行的秘密珠，这个也是1480，你看面积多大，钻石4卡拉多 ，Oh my god， 4卡拉多 ，Emerald 钻石，最流行的流苏，现在这个珍珠流苏，这个 Tourmaline 流苏，这个1388 Tourmaline 钻石，这钻石也很多。45卡拉，这个本来1380，现在就1280，因为钻石起码要7-8卡拉 ，Emerald 也很多 ，Opal 也多，然后这个哇，起心珍珠。钻石1卡拉65，特曼林16卡拉多，1280，你看都是顶级的宝石。这个本来1999，现在就大幅度的减了，1699，坦桑来，这个坦桑石39卡拉。哦，钻石9卡拉多，你看，是不是材料？这个材料最少要大几千呢？这个非常漂亮的西瓜币，1280很超值了，1280。特曼林5卡拉多，好了，就1180好了，1180。这个本来1100，现在就999了，厂家要套现啊，999，多豪华！你看很多是非常漂亮的，非常漂亮。你看这几个都是，没话讲。
这个本来999，现在就888，套现。那它的颜色配搭都非常棒，非常好。Diamond, Ruby and Opal。这一个就1100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这一节就这么多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赶紧加微信，首先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加微信，然后喜欢的截图，谢谢大家。